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场上猛男，场下潮男。很多伙伴私信问有没有夏天专门穿的长裤，不要太热，版型还得时尚帅气的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安排。这款休闲长裤，今年的新品，就是专门为了春夏季节打造，宽松透气，运动风十足，裤子还有超多细节，你值得冲。很多伙伴一到夏季巴不得天天短裤球裤，有时候我们也要换换不同的风格。短裤球裤固然帅，但有的场合毕竟不太合适，备一件长裤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况且这件裤子材质轻盈，穿上和短裤一样凉爽，长裤还能防晒，才不会过完一个夏天小腿也跟着变黑了，女朋友会嫌弃。再来就是这款卫裤主打以宽松为主，有点嘻哈的感觉。 Baller 知道兄弟们平常力量都练得很好，这绝对是腿粗 PG 大球员的福音，遮肉神器，整体看起来很显瘦，男女都能穿，平常时搭配短袖或者背心都 OK， 走在街上运动阳光美丽帅气。更重要的是裤子的裤脚是抽绳的设计，直筒竖脚随意切换，打造不同的风格，黑色灰色两款配色供大家选择，都是很时尚百搭的，大伙可以两件都入手。黑的用来运动比较耐脏，灰色平时搭配穿干净利落。采用聚酯纤维面料，首先裤子捧在手上轻盈柔软，有稍许的弹性，不起球不易皱，穿上无形毫无刺感，甚至有一丝冰凉凉的感觉，透气性十足，微风一吹凉意清洗你的整个下半身。人性化抽绳设计，方便大伙随心所欲自由调整裤腰大小，运球系上安全牢固，休闲时可任其随风飘荡，打造高阶感。裤脚也有松紧抽绳的设计，实用潮流，百变搭配，可以束脚进行扎袜穿法，很有篮球运动属性，也可以直筒穿搭，时尚简约，做工细腻，每一件都是精心定制，质量保证，一件可以陪伴你好久，运动休闲都能穿，一举两得。其实这种薄款卫裤一年四季都能进行穿搭的，春夏季节穿刚好，不拉不闷不热，冬天里面套件保暖裤照样也能穿，性价比很高，价格也美丽，值得入手体验一波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